一月长夜是咱家己端，新港红天标啊，新港红天标，俺感谢新港红天标，何大红董事长，林秀平副董事长，以及安红文秀的干事，以及李俊天总干事哈，今仔日出面来新港红天标的团队来参加新港红天标的欢迎大家好，啊，这是我们的红梅。招亲不容易啊，今天可以哈，今天可以。好，那再多感谢新冠的目标，我第一今天张干事，感谢安迪张干事，代表和董事长，啊，来领路董事长，啊，再次来参加啦，啊，全山指标最终大佬的经理，最最好。来，你的婆家在高高家，阿兰，你今天新港红天标，哎，你怎么说？啊，来，感谢新港红天标报标户，啊，报标家。啊，现在就啊，三五八号，啊，进来请下。来，我的朋友先刚下，新冠旁边就副标户，南投的瓜啊，啊，进来去到新冠，进来新冠啊。我们请现场的各位朋友配合哈，我们今天新港奉天宫金虎爷将军，金虎爷将军有参加我们今天的盛会，等一下啊，比较久前新港奉天宫尹浩阳将军，只要金光空单，金光空单，大家都知道吗？大家都知道吗？主持人感谢新港红天标副董事长、李副董事长、秘书干事、张干事，感谢感谢来嘉宾，来台湾的各位旅客大家好，感谢来台湾的参加的嘉宾，祝贺祝贺，感谢各位来参加的旅客。
I'm gonna go to the hospital.